率是成功的核心关键。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摄像头重新打开啊！啥情况呀，对吧？这啥情况呀？服务器真炸了吗？怎么那么卡呀？感觉？不愧是主播，不愧是辅助新干员，没开打就赢了，那确实，那确实，主播确实有东西的啊。你在吃火龙果，你们都卡了吗？可以玩吧，就是估计是你们，他就是估计新你客户端，如果你要退了的话，你就进不去了，应该是这样吧。你们说如果我把现在把游戏退了，然后我重登，我能登得上吗？哎，用的这个皮肤啊，这个皮肤很久没用过了。来个粉色，这个皮肤很久没用过了。我能玩，上马输掉了，没办法，太离谱了，我操！上马真离谱玩的。开玩笑的，我肯定不退啊。
打这个感觉就不多蓝电了呗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慈悲是一种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起飞！喂，无敌啊，兄弟们！我这个E放的巨好，兄弟们！我这个E往他们两个残血脸上放，然后晕他们两个残血 ，A 一刀，然后再闪现拉开。我靠，我们 A 这怎么三个头啊？喂，你什么玩意儿？你怎么三个头？极端很容易。我才发现我们 AD 三个头。什么情况？你走啊，我帮你挡哥。你退，我帮你挡哥。为了皮尔诺沃夫的进化。我用灵魂做了交易。感觉我们下路打的话，要打的话，要不先杀辅助呗？科技与我的。不过辅助他有余震，35点护。哎，我操，怎么了？我刚卡了一下。是不是你们现在可以进了？刚卡了一下，你们现在应该可以进了，兄弟们，可以进了，可以进了，服务器可以进了。刚刚我游戏卡了，估计应该是服务器重启成功了。你们现在应该可以进了，兄弟们，你们不能进的兄弟们再去试一下，应该可以进了。我刚听到那个客户端重启了，我刚听到我的客户端重启了。你们现在应该能进了，大概率应该是能进了。还是不行吗？哦，那没事嘞。我刚听到我那个客户端像重启一样的声音。官服不可能。关于人民大垃圾，我就是混到官府的最多。是一个人最上等的华服。英雄联盟混的再差，你像对吧？你看英雄联盟服务器一爆一炸，对吧？你看还是有这么多玩家。哎，我怀疑是不是故意的呀？故意就是看看大佬们。是吧？狮子抓我才懂得蹲哥，不是武器本身，而是要使用它的方式。知道吧？会不会是英雄联盟在测试我们？在测试我们对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对于我们来说还重不重要？我们还玩不玩？不会在测试我们吧？嗯，测试一下咱们玩家弹性。悔恨会磨平灵魂的棱角。想动手，
他一刀烫死了。他们雷兹好像下来了，雷兹啊，啊，妈的，他突然升级了，升级的血有点厚的。友善是如此乏味，做官。他突然升级了，你知道吧？很烦。像我这种三杠一杠五才有资格向别人说，哎，你是和谁学的，懂吗？你们那些他妈二杠二十四二杠二十一的有没有在看直播呀？我要把那个图量给你们看了，兄弟们，我要把那个图量给你们看了。粗鲁无礼，必须被。到底是谁二杠二十四他妈跟别人说 B 站收留白啊？到底是谁啊？四杠二十一，四杠二十一，跟他妈别人说，跟刘白学的，这个叫什么 BID 的啊？牛牛大帝，那你可是太牛了。他四杠二十一，我就坐下眼，别着急。他们两个等级还是有点低的。哎呀，我要不去游一波吧？算了，还是保 AD 打，还是保 AD 打。我们一上去直接开大可以。蹲一下，这个位置是一个视野死角啊，兄弟们。他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都是看不到我们。这个位置是一个视野死角，在视野死角蹲一下。但他们怎么不出来啊？给一剑，空了。要等他们出来啊！说在塔下的话，我们是不太好开的，知道吧？我们最好不要越塔，我不想越塔。我不还非常稳健的吗？我不想越塔。从来不喜欢干越塔这种事情，你们懂吧？越了，但是我可能要死。破败王追我吗？没追我。老弟，我走了。先丢为敬。破败王应该想杀我们 AD 吧？破败王来追我的话，是有机会能把我收掉的。说实话，但估计想杀我们 AD， 能够好。我不会被误导。冰虫，我们星虫已经出来了，装备还可以啊，是吧？9分钟，我们待会10分钟，我们待会13分钟应该还能把那个血明也给咬出来。血明做出来的话，你信不信？兄弟们，你们信不信？13分钟、14分钟左右，我可以一打二，我可以一个人打他们下路两个，就一直要害他，我一个人可以杀他们两个，根本不需要队友。
AD 看傻了，我们 AD 看傻了，我们 AD 看傻了，我的伤害，他不是开治疗的话把他秒了。不是有治疗的话把他秒了，巨九主动伤害被削了呀，帅不帅？进化的代价是必要的死亡。我还够呛吗？所有事情都要因为你啊。你也说了呀，亵渎出伤最快，但亵渎贵呀。心虫伤害应该比亵渎低一点吧，但是便宜啊，知道吗？心虫便宜啊，知道不？太残忍了，这就是辅助嘛。十二分钟选民，2800和3300差距还挺大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还比较推荐的出那个星虫，知道吧？还是比较推荐出星虫。哎呀，队友死了呢。上单大跌初三了，1-5上单初三了，摆了吧，我就不想玩了，对面被打自闭了。哎，出个啥兄弟们，那你们说出啥？我这把很有钱，想出啥出啥，我巨有钱。正常出的话我们是出这个焚天，那你们说我出啥？我这把巨有钱，我们要不来出个亵渎试试，钱不够啊。狂妄，狂妄没必要，狂妄就只有面板上攻击力不帅。要不要家里等会钱吧，等会钱出亵渎三轮刃吧。假扮无辜真是浪费时间，出个亵渎吧，麻够了，再等一会。OK go， 亏的13分钟三件套，13分钟三件套的青钢影，太夸张了。这人全够啊，对面 DC 的话我应该可以顺秒他。抓他们破败王去，破败王呢？在架子。你好。好漏啊，这个人，太漏了吧，我的天。啊，好漏啊，这破败王也好漏啊，差点没打过他。差点没打过他，他们都好肉啊。太恐怖了，真是太可怕了。真是太可怕了。
他会过来捡，真的，等他过来捡。再不走，正常伤害啊，兄弟们，正常伤害，对吧？一个满血的瑞兹而已。Shut down。我这是一个满血的瑞兹嘛？哎，怎么打不出来啊？哎，我怎么打不出来啊？打不出来字，为啥啊？哦，所以为啥打不出来字啊？我之前说的是啥？我之前说的是关注。哦，之前说的是关注 B 站留白。下一件出来，随便出了吧。这把对面应该是开摆的，对面这把被我们打开摆的，出分天吧。算了，再出个竞技时机好了。对啊，这装备好像，哦，这个叫三轮刃，出个三轮刃吧。B 站应该能发吧？为啥不能发呀？可能不能说 B 站关注，但是可以搜，说搜 B 站。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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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上当了，我这个一空了，你知道吗？一没打到人，一没打到人，我这个一上当了。他们是不是有眼啊？他们在装，他们在骗我。哎，啊啊，干啥呀？不是我的客户端啊啊！如果开牌会怎么样？恐惧。如果点牌队会怎么样？去抓他们破败王吧，去野去抓他们破败王，他们破败王装备还挺好的。走，一蹲，哎，看谁来，好，有了。随便秒一个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兄弟，我当替罪羊了！哎，我不想跟着你玩了，每次过来都他妈当替罪羊，我直接空中被勾下来了，然后我的大招因为杀破败王用了，我就没法跑了，好脆啊！不出穿甲吧？真的辅助情感出穿甲太脆了，虽然我们输出很高出穿甲，但是好脆啊出穿甲。如果出的是焚天加血手的话，我应该不会死的，他们三个人才三个人围殴我，我应该扛得住的。我将确保皮埃根沃斯的生存。穿甲太脆了，伤害高是高，但是真的很脆，太脆了。这个皮肤还挺好看的，就是他的这个走路的这个姿势，特别是开 Q 的时候，然后 E 技能，你看，就是那个 Q 技能在
转化成二段 Q 的那个时间内，你走的时候他脚下会带到那个极光，这个皮肤是叫北极星青钢影嘛，会一个脚下会带极光，就是特别的漂亮啊。 Shut down。 你好，你已经死了。队友怎么又死了？队友怎么又死了？抱团打吧！我这刚杀了个 EZ 队友就死完了，这咋整呢？队友一直死啊！我说是穿甲，我没法一打二一打三的。我们出这个装备没法一打二一打三，我们单挑特别猛。那也不能叫放养吧，又不是所有辅助都是保着 AD 打的，我们这种是肯定不保着 AD 打的 ，AD 可能就自己玩的呀。但队友一直死，我们就跟团吧，算了。我们也不去抓单了嘛，我们就跟团。我们大招交完之后打团太弱的，还是跟团打好的，感觉队友有一点招不住。应该杀了吧，大龙了。他们这个雷兹如果敢过来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把他秒了，就我们来处理他就好了。他应该不会来，吃点线吧。我们最后一件装备出春哥了，我觉得我们不能被破败王变身，我们以我们装备太好了，他变身我们的话就相当于获得了我们的装备，那就太强了。出穿甲这次容错率很低啊，主要我这把感觉随便赢的，你知道吧，所以我就出了点穿甲，太脆了出穿甲。最后一件搞个春哥吧，加条命。这把的出装思路就和派克没什么两样了，这把咱们的出装思路和个派克没啥区别。这破王应该死了，他跑不掉的，我们就杀这个永恩。啊！我二段 Q 都没按，不是这，他也太脆了吧！不是他也太脆了，我还可以再补一下 AD 二段 Q， 然后还有大招都没交，我就一上去，我就 W 一上去 AQ 九头蛇他就死了 ，AQ 九头蛇他就死了，就在 AQ 九头蛇他就死了。哎呦！哇，我的伤害是真高，我的伤害是真高，兄弟，他这个永恩大招居然打到我了。没扭掉，扭不掉。大号现在550吧，我那个一区大号550分吧。我很脆啊，这很脆啊，我就是很脆。你这个不该输，兄弟们，这个感觉很垃圾。这个涡轮剑感觉有点垃圾，兄弟们，出岔皮了，这装备这个是真不行。亵渎九色盒感觉还凑合，这玩意是真不行，卖了吧，要不我卖了吧。那个电的三轮刃好垃圾啊，换个春哥去。
AD 掉线了吗？AD 怎么掉线了呀？世界纪录也不管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没不管他，我们四个人一样也可以推掉。放边的还是得新从血手那一套比较好一点，兄弟们，还得新从血手那一套好一点，不然真的太脆了。坏呀，EZ 为什么在下路啊？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不过没兵线，兵线有点远，兵线应该还要到个十秒钟，十秒钟应该差不多吧，刚刚好一波了。我感觉有可能一波不掉，兵线太远了。多了一波了，开了开了。